事发当晚的监控画面中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东方商厦外墙景观鱼缸发生爆裂的整个过程。当时在现场，无论是店方的工作人员还是顾客，以及路过的行人，都没有任何的心理防备。而临近鱼缸的化妆品柜台完全坍塌，到处都是飞溅的玻璃碎片，最后的玻璃碎片有25公分。鱼缸爆裂后，缸内的三条鲨鱼全部飞出缸外。 爆裂分别导致7名商场工作人员和8名。事发当晚的监控画面中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东方商厦外墙景观鱼缸发生爆裂的整个过程。当时在现场，无论是店方的工作人员还是顾客，以及路过的行人，都没有任何的心理防备。而临近鱼缸的化妆品柜台完全坍塌，到处都是飞溅的玻璃碎片，最后的玻璃碎片有25公分。 鱼缸爆裂后，缸内的三条鲨鱼全部飞出缸外。 爆裂分别导致7名商场工作人员和8。